那天灯一关，就回到车上休息嘛，这个工作就告一段落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突然就，哦，我就看见星星了。我想他们不哭多好啊，或者是适当的哭一哭，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。我突然这个时候就把音响一打开，平常不喜欢听的那个安魂曲，我想这个时候听一听。哦哟，觉得那种悲伤的歌唱那么美，加上雨一停，那个天上星星出来，哎，我想可能机器人就是变星星了吧。